相传武林中武功最高为天山派，天山派有玉玲珑和北冥神功，练成后可以长生不老。天山派有掌门逍遥子和三个师妹，慕行云和一对孖生师妹李秋水及李沧海。秋水和沧海同时暗恋师兄逍遥子，而慕行云却爱上小师妹李沧海。逍遥子知道慕行云和李秋水心术不正，不理二人，与沧海避居缥缈峰，但不幸为叛徒星宿老仙所毒害，性命危殆。呢个奇功成功就可以得到我北冥神功的百年功力，再配合本门之宝玉玲珑，上可制李秋水及慕行云，下可铲除丁春秋呢个叛徒。呢一战会牵动天下武林，你要小心行事。呢、这个玲珑奇功暗藏生死道情，乾坤晦命，系我哋天山派镇山之宝。识你要万年不生，只有机会破奇功。始终不能够摆脱丁春秋这个叛徒的魔掌，我的百年功力你都是承受不到，算了，你休息一下。师父给多一次机会我，师父给多一次机会我，师父师父。沧海，我知道你在上面，我是特登来接你的。沧海，你都不欢迎你，你跟我走。沧海师妹，是我，慕行云，你走吧。师妹，这几年来我踏过天涯海角，只是想再续前缘，你何必理世俗人的短见，一个人躲在这里呢？你跟我收声。师兄，为什么你要夺我所爱？慕行云，何必强人所难？
我个妹就系唔想见你，先至避上缥缈峰。无幸运，到底你知唔知臭噶？你臭水，呢度冇呢个事。呢度系天山缥缈峰，我又系天山派嘅人，点解唔关我事啫？你带埋72栋妖人整污糟晒天山，我都未曾话你啊！你条乱讲乜嘢？你话我乱讲嘢？天山童姥，你封自己噶？师兄啊，佢当你冇到啊，佢自封天山童姥啊！名牌呢，梗系多人冒充噶啦。童姥，你臭水，你想打就出手。唔好以为偷练咗几叶童姥神功就好好打，你打赢咗我，打得赢师兄咩？想要翻我个妹啊！你悭啲啦，你唔好喺度挑拨啦。你夺我所爱，沧海师妹一定会回我身边，此恨绵绵，永无尽期。师兄，好彩有你出手啫，真系不枉我千里而来。收声！你偷练禁邪院嘅幽冥鬼爪，仲衰过无幸云。你仲唔走，我就废咗你！即刻小心！狼心如铁，萧遥子，你太无情，我永远都会记住呢一日嘅。我有咩比唔上你沧海？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你哋两姊妹都垂青于我，系我嘅大幸，亦系你哋嘅不幸。呢几年同你喺缥缈峰系我一生人最开心嘅日子，不过而家已经到咗分手嘅时候。师兄，丁春秋嘅七重七死药，我已经再压制唔住。无论点样，我都要揾到玲珑帮你重生。缘生缘灭都有定数，何必勉强？我会保住最后嘅真气，等破棋局嘅人出现。传佢北冥神功嘅百年功力，他日如果有人拎住啲半块掌门玉佩，你就当我传佢武功心法，等佢同我哋天山派清理门户，收拾叛徒丁春秋。谨遵师兄指令。星河，弟子在，你立即帮我布下奇阵，半年之后将我嘅死讯公布天下，等候有缘之时。黎雞食我的衣服，知道嗎？知道，弟子遵命。
子，系咪揾到剑谱啊？剑谱喺边度啊？哎呀，我揾脚都揾唔到喎、啊！我谂我哋中咗调虎离山之计。哎呀，佢哋太可恶啦！冇事性噶，太子，我系一清，我就大雄啦、啊。我系力高，我系古道，精忠精英，全部都齐。恭喜老师！高兴啊，真系高兴啊！顺着老道已经写我嘅神功之下，由今日起。全真教就归于我星宿派旗下。道士都是浪得虚名，全部都不堪一击。丁春秋的武功有什么进展？他比起两个月前扫平十二年万恶的阵时更加厉害，他只不过是用了半个时辰就将纯阳道人化为灰烬。化功大法在我们天山派来讲算得是什么？他最近有没有跟灵咒功的人接触过？我不清楚，但我会尽快查出来。你自己要小心点，将来我有大把好处给你。是同路。我就是神通广大武林领导的星宿小仙，见到本小仙，你仲唔吓鬼？哇，好顶人啊，好顶人啊！哇，原来做单位领导人系咁过瘾噶，再顶多一次先。你呢个星宿老怪，见到本小仙仲唔快啲吓鬼？本小仙而家吩咐你。原来你偷神木鼎，哇！你好啊，咁都得啊，真系当我睇唔到啊！而家好彩俾我睇到咋，如果俾师傅老人家睇到，你大件事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师妹，我咁做其实都系为咗我哋以后嘅日子嘅啫。寄人篱下，始终都唔系好事。等我哋一齐练好化功大法，听日再趁丁春秋攻上少林寺，乘机去偷易筋经。到时两大神功联手，我哋就可以双剑合璧，大把世界。师兄啊！咁以后日子，阿子就靠晒你啦！你千祈唔好辜负我，你知唔知啊？嗯。你咁多人一齐走嘅，去边度啊？
先送块沙刀嚟啦，你仲扯？哎呀，放手啦！都冇咩值钱嘢，是但啦，棉拖都攞埋去。仲有我弟子喺度。哎呀，帮衬。不剩翻你喺度冇走啊！你仲喺度念经？系啊，咁真系好啦！你跟我嚟啦！啊，我你叫咩名啊？弟子虚竹，真系天意！喺少林寺最后嘅日子里边，就剩翻一个虚字辈嘅弟子。真是一无所有，善哉。方丈，你见到出面的师兄弟系咁走，点解唔阻止佢哋啊？我哋见到出面有好多人咧。大大话话冇一千都有几百啊？错，只系得两个。唔止啊嘛？你用心啲去睇下，一个叫做明。一个叫做利，天下人都走不出名和利、啊、我们出家的就是要参破名杀到来的吧，还说你过来坐下，还坐不好了吧，本寺已经历千年风光，到了今时今日已经风烛残年，圣叔老师这场劫数怕这都是走不掉的了。方丈，其实避下风头都冇坏嘅啫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第日冇事咯，我哋可以再翻嚟噶。你依家教我做方丈啦嘛，系嘛？弟子唔敢。我都几十岁啦，唔走得噶啦。我依家走出去会俾人笑噶。你仲怕俾人笑啊？一系请你去藏经阁收埋本《易筋经》，喺天光之前落山，然后拎住呢个玉佛上天山缥缈峰揾一个活死人逍遥子，请佢落山对付丁春秋。方丈啊，死咗人点对付丁春秋啊？天机如此，你照我说话做得啦。方丈，事关重大。我只是个狗等的僆仔，我怕。万事都是要讲个缘字的。头先我撞到你，就知道呢个重任一定要交俾你，好好地保存《易筋经》啦。听日小心上路。皇上，皇上啊！方丈师，师叔派人嚟到大殿前，所有第二代弟子已经走晒，俾我哋呢个老弱残兵。我最后生。我是对付他们的。我劝他望到。你出去看看有多少人。是。外面。去做，出面究竟有多少人马？两个，两个，哎呀，好咯，二办事啦，又急又，哎呀，虚竹啊，做乜出边咁多人马，你都话得两个啊？一个系明，一个系利，你话噶嘛？哎呀，你而家即系去藏经阁攞本《易筋经》匿埋先，无论点样都唔好出嚟。系。妖人喺度胡闹捣乱，老仙性格少林，你班臭和尚仲唔下跪迎接？妖怪嘅系你跪，屈尊，一屈呀，一屈呀，武术佛根，跟个玩下啦。
今日起少林招改名，以后就叫做星宿少林分舵。所有嘅香火灯油，我要占七成，其余嘅嘢我一切唔理。你嘅废话讲完未？你够胆同我打？我副老骨头好耐都冇喐过，依家都系时候啦。好，等我同你化咗副骨。系就多谢先，以后唔怕翻风落雨，风湿骨痛。死剑爆血！整色整水，真系晒了。唔系啊！咦，喺边啊？出嚟！攋出嚟啊！你系边个？我系同学。攞俾我啊！攞俾我啊！叶根基，好繁文嚟嘅，哼！和尚仔，你话你系图书馆管理员啊，你一定识解嘅。我唔识字噶，我看书噶咋，我乜都唔识噶。唔识字又点看书啊？仲想呃我？咪喐！哇！叶根经，哇，好嘢，好，仲唔轮到我收徒弟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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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尚，你出手谂住我哋。师兄，我认得系佢啦，佢就黑面独手佛如来。师妹你做咩啊？我斩啊！你做咩斩一只脚落嚟啊？师兄，你都斩只脚佢啦！如果唔系，冻起走遍全身就会死噶啦！快啲斩咗只脚佢啊！仲谂乜嘢啊？真系咁大镬？哎呀，唔好谂啦，斩啊！唔系啊嘛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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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师兄，我服咗你，你真系我偶像，你胆识过人，连自己嘅脚都可以斩咗落嚟。可惜你背叛老仙，佢一早就叫我及住你。本来今日我就要清理门户，只不过就咁，我对师兄实在有几分情意。真系唔忍心落手，师妹，你唔好杀我，唔好杀我，求你放过我啦！你放心啦，不如咁啊，你将神木鼎交翻出嚟，我向老师有交代。你匿埋一年半载，迟啲我哋再度携手。师兄，你保重啦，后会有期。跟我走嚟。去边啊？哎呀，哎呀！嗱，我而家就放咗你啊！你可以教我易筋经啦。你唔系少林弟子，你唔可以学噶。咁好易啫，我拜你为师，咁咪少林弟子咯，你咪可以教我咯。我哋少林唔收女弟子噶。妖，乜咁多规矩噶？我哋少林寺个个都要墨守清规噶。咁如果你破咗戒，即系可以教我咧。好，
我就要你破戒。擘大个口，系大啲，系嗱，连个口店嗰啲鸡髀都算破戒噶啦。嚟，快啲睇，睇完教我。冇方丈批准，我点都唔会睇嘅。哎呀，咁硬颈，揸住本书，逐页逐页咁俾佢睇。家阵你睇埋《易筋经》，又破多条戒啦。继续俾佢睇。唔关我事，系你逼我嘅啫。话我逼你，我要你自愿咁做。和尚仔啊，你几日冇食过嘢啊？你再唔食嘢落去，就会提早上西天噶啦。嚟，呢啲系斋嚟噶，有南乳味噶。唔好再玩我，我有冇得罪你？放过我，放过我。我真系冇呃你噶，我都出名硬颈噶啦，估唔到你仲硬颈过我嘅，真系服咗你啊！如果你再唔食嘢咧，咁你咪一样系破咗戒，你明唔明噶？嗱，你日日唔食嘢，就迟早都会死啊！咁即系全心杀死自己啫，咁咪一样系破咗戒，你明唔明噶？吓？我信。你真系信我啊？咁快啲食嘢啊！嚟，嗱，好冇味啊！小姐。其实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噶。我叫阿子啊，你叫咩名啊？小周发号虚竹。哈，你真系冇改错名喎，成碌竹咁。阿子姑娘啊，其实你份人咧都唔系咁差啫，点解要加入星宿派做咁多坏事啊？死和尚！三分颜色上大红，我对你好啲，你居然闹我？你班和尚日日口口声声话信佛拜神，如果冇我哋班衰人啊，啲人点会听你讲啊？呢个世界如果冇咗衰运，冇咗魔神，冇咗灾难，啲人点会去装香啊？冇魔就冇佛，呢个道理你明唔明啊？冇魔就冇佛。好心嘅喎，叔，呢件就系全真教嘅九天十地通天仪啦，可以上观天象，下测地势，系我丁春秋送俾师叔你嘅。我呢个师兄，佢真系糊涂啊！咁好嘅徒弟都唔要，我呢个做师叔嘅真系戥你唔抵啊！有师叔呢句说话，千秋就心满意足咯。咩啊？糖？多谢。我睇你都仲未心满意足。全真教少林寺之后，下一个目标会唔会系我哋天涯海角？师叔真系识开玩笑啦！我哋啲凡夫俗子，净系识得喺江湖上打打杀杀、争争夺夺嘅啫，点比得上师叔你呢个人间神仙呢？武林上段嘅虚名逐利，根本就入唔到你嘅法眼嘅。当然啦，喺我心目中。最重要的是师兄的北冥神功同埋玉玲珑，如果俾我早啲揾到呢两样嘢，练成不死之身，咁无行云呢个妖妇一早就死喺我手上。吓，不死之身，师叔，点解我从来都未听过噶？哼，你算老几？天山派大不一你未听过？得意须尽欢，笑看苍生红尘事。系啦，
你话我呢度算唔算都系人间乐土？我谂除咗一个地方，都冇咩地方比得上天涯海角。喺边度？私侄唔敢讲。你几时去过灵鹫宫？讲。喺半个月前，我俾人拒之门外，根本就冇踏足过灵鹫宫半步。你都算有心喎、啊，除咗挂住我呢个师叔之外，仲挂住我个师姐啊！你千祈唔好误会啊！我只系想凭吊下师傅嘅遗物，但系无幸运根本就唔俾我入去。真系当自己系灵鹫宫嘅主人啊！实在太混账！天山同路只得一个，天山派门规锁定，边个系灵鹫宫嘅主人，嗰、那个就系天山同路。呢个事实，边个都唔可以改变啊！就凭佢。论武功论才智，佢边样及得我？佢只不过比我早两日入师门啫。呢几年嚟，师叔你悉心经营天涯海角，名震大江南北，风头仲犀利过灵鹫宫。不过我怕喺灵鹫宫嘅人抵受唔住会嚟揾你，到时敌我两难全。不如先下手为强，胜算更大啊！无幸运，粉红路七十二栋主经已等候多时。得啦，高天同路，与同路万寿无疆。我非常满意，今年你们都很守规矩，今天我就给生死符的解药给你们。谢恩，谢同路。生死一符，信我者功力大增，逆我者经脉尽断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生生死死尽在我手。凌霄洞主大道，老老求你饶恕我啦，求你变翻下半截身我啦，烧咗啦，烧咗啦，求你饶我一死啊！带佢出去。是一凡功亏，永不超生。有边个想好似佢咁，就学佢啦。做下去啦。无幸运，别来无恙嘛。你呢个贱人，有咩资格叫同路？灵鹫宫嘅主人系我无幸运。只有我才是同路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无幸运，你偷练同路心经，逼走师兄逍遥子，霸住灵鹫宫自封同路，这场戏由始至终得你自己一个人唱，你知不知丑的？废话，你看看天山七十二洞洞主全部都屈服于我，没有我无幸运，天山派又这么风光？如果不是中了生死符，他们会听你这个怪物在讲说话。封事，废话少讲，你想怎样？天山同路只得一个，你想在哪里打？这里是天山，当然是天上打。跟着你。我是天上面的神仙，你居然够胆同我在天上打，来吧。要走又不是我，是你。阳为天，阴为地，我连阳关同老神功，在天打怎同我打？打过自知。月正当中，天大地大，我无幸运最大，哪个挡得住我？
佢喺度做咩呢？哇！佢一定喺度吸毒啊！真系坏啊！咁后生就做埋啲咁嘅嘢。阿紫姑娘啊，啲烟有毒噶，你唔好再吸啊！和尚仔，你识咩啫？我啊，好快就可以练成化功大法，到时我就会成为世界上武功最好嘅人。你做咩练埋啲咁凶残嘅武功啊？呢个江湖人心险恶，我要保护自己，你明唔明啊？我明，我明。不过咧，我怕你成日吸埋啲咁嘅烟，可能会伤害到你嘅身体哦。你咁关心我，呢个世界上从来冇人咁关心我。我使咩你咁关心我？四皇上制，我唔俾你咁关心我。你叫我唔好练功，即系叫我唔好练成化功大法。嗱，你听住，到我练成神功，就唔到你唔教我易筋经。到时我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贱人，边个系我？贱人，我睇你走到去边？去！三师姐，系咪星宿老仙啊？如果系星宿老仙，我哋早就死咗啦。七十二洞洞主一定有事，我哋出去睇下。乱石波就系你葬身之地。天上神仙，你真的以为自己是神仙啊？我偏偏要在天上面同你打，看看到底你有什么本事。李秋水和孟云，为什么他们仲后生嘅？唔通连天山派武功可以练到长春不老？药急自愈啊！咩嚟噶？咁丑样嘅？对唔住啊，我唔系话你丑样啊，唔好咬我啊！我易筋经，对唔住啊，佛祖，我唔系有心偷练，你原谅我啦，我太辛苦啦。食鱼，通天儿果然有用。
你跪喺度叫我一声同老，我就放过你。妄想，同老只有一个。上帝，我是星宿派门下第二代弟子，师叔祖啊，你个阿子得噶啦。头先你咩都见到啦，你觉得嗰只妖精系咪好抵死呢？弟子咩都睇唔到，我系咪好残忍？唔系，弟子咩都睇唔到。哼，恭送师叔祖。三十四，你哋喺边啊？好快啲出嚟啦！师兄，贱人，贱人，睇你走咗去边？睇你走咗去边？今日就系你嘅死期啦！今日就系你嘅死期啦！老师，嗯，追佢，系，追佢。好热啊！喂，和尚仔，你点啊？喂，即系麻鬼烦啊！好热啊！喂，唔好鬼理佢啦！好辛苦啊！我成世都唔做好人噶，见系你咋，带埋你走啦！你说去哪里啊？我的好师妹一做好人衰了。师兄啊，好在你及时赶到，我找了你好多日了，我走了好多个山头啊，终于找到这个和尚仔，是他的神木鼎的。你不信啊？你闻下，周围都是神木鼎的香味啊。那个神木鼎不在你的身上吗？在我那里，我一早就给回你了。你唔信啊？可以上我身啊！贱人，你放心，我点只会守你身啊？我仲会啊，慢慢咁抄匀晒你个全身，一定揾到嘅。叫我幸运，你唔使惊。
我嚟做沧海。你休息一下，头下就会冇事噶啦。你唔好走啊！放心啦，我会一直喺你身边，等你好翻为止。咁就好啦。你要多啲休息。佛祖似我好梦，冇声，冇声。啊！你边个？真的，那女人是谁呢？你死了，那佛呢？啊，好彩到飘渺风去不去好呢？真难谂。哎呀，咦，点解冇一笪嘢嘅？哎呀，咁丑样，真系难睇啊！每天吃这些东西，经常都吃斋，没第二样东西吃了吗？品同老，方圆五百里都是得这些东西。这些是酒来吗？没有来酒味，全部拎发出去，全部拉了拉了拉了。拜天同老，愿同老万寿无疆，寿与天齐。讲什么啊，收声啊，我不是无行云啊，不要跟我来这一套啊，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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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说我不辜负，
三位师妹，咩事笑得咁开心啊？师兄，也在所不惜，失去你却失去。天山鸟飞绝，故人两相忘。今日又有边个同我一起漫无轻功？恭喜师叔，贺喜师叔，师叔大喜大喜，恭喜恭喜！咩咁值得恭喜啊？师叔守株妖人无幸运，帮天山派清理门户，光复灵鹫宫，当然系大喜啦！你咁快就收到消息，想嚟灵鹫宫，系咪想听我伤势重成点，死唔死得啊？师叔一向当春秋紫陈一样，我今日带咗支大人参嚟送俾师叔嚟补身嘅。阿子，你真系有我心啊！怕我年纪大，喐几下就身子虚弱啦。师叔真系中意攞我嚟开玩笑啦！师叔祖啊，呢份贺礼系老仙千挑万选送俾师叔祖噶，除咗人参王之外。仲有12粒南海珍珠胆，内服外用，可以驻颜添寿啊！师叔祖梗系唔使用啦，你咁明艳照人，再过100几十年用都未迟啊！小鬼真系识讲说话。师叔祖啊，我叫阿子啊，嗰晚咧喺乱石坡度你见过我啊，自从嗰晚见过你，我不知几崇拜你。你的英姿，如果我学了万分之一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好了，到我不做同路那阵就给你做了。弟子不敢，收了他。是师叔祖真是好人啊。这里高高在上，风凉水冷，师叔一定住得好舒服了。在这里过一日还惨过过3年。怎会啊，这里这么多人陪你。这帮这么奴才个个都是废物来的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灵鹫宫说了都是我们天山派总坛，又怎么跟那些下三流地方呢？这里山明气秀，这样才衬得起师叔你这位人间神仙嘛。再住下去神仙都变神经。我李秋水，风华正茂，冇无行云咁蠢。定春秋，我决定将灵鹫宫搬翻嚟天涯海角。好主意，好主意啊！既然灵鹫宫同天涯海角二合为一，你圣叔派话晒都系我哋嘅分支，不如重归我旗下啦。圣叔派成立嘅日子都唔短，不过我管理无方，仲未好整顿门下弟子。照我睇，等迟啲我安顿落嚟之后，再同师叔嚟好好咁。我已经决定咗，迟啲你嚟天涯海角见我啦。好攰啊，我要唞，你哋喺度食饭，不过冇餸嘅。岂有此理啊！激死我啦！岂有此理，激死我啦！记住我叫你一声师叔，你认为成家我啊？真系混账，简直混账啊！哎呀，老仙，呢个时候唔系好适宜同佢反面，你咪忍下佢咯。老仙啊，李秋水同我哋祖师爷逍遥子分属同门，可能喺祖师爷嘅遗物里边有克制幽冥鬼手嘅武功都未定咧。缥缈峰。个苏星河都唔知摆啲咩奇局，冇咩事我都唔想去惹佢。老仙，呢个时候无谓战外生枝，你要三思啊。嗯，其实我哋借拜世祖师爷为名上山咁咪得咯，不过人多惊打草惊蛇，
阿紫愿意先行上山为老仙打点一切。唔使啦，上一次你揾易根经都揾唔到，今次不如等老仙亲自出马，咁咪更加好。好，我决定上缥缈峰。阿紫，系你率领所有弟子喺山下边等我，唔准有人上山。阿紫，你陪我上去。阿紫遵命，老仙决断英明，一定马到功成。鬼影都冇只嘅，有冇人啊？有冇人啊？我系奉少林方丈之命嚟搵活死人前辈噶。有咩事破咗棋局至讲。棋局？无端端捉咩棋啊？我都唔识嘅。点行啊？是但啦。喂，你哋边度嚟噶？破了这个棋局之后，我一定会对付你。一个少林和尚有什么资格闯棋局啊？等我来，俾你落去。虚竹几金私闯棋局，向吾等天龙八部挑人，该多何罪？弟子辛苦掌门方丈之命嚟搵活死人，望能解除天下武林浩劫噶。天下事只有天下人主宰，你身为出家人，点到你管俗世事？乜嘢红尘？弟子点敢乱讲看破红尘啊？我以牙尖嘴利，杀失我乃佛门一大戒，你敢轻犯？杀一人足以保苍生，就算身陷阿鼻地狱，弟子甘愿抵偿。狡辩！你满口仁义道德，你连一个和尚都做唔好，凭乜嘢讲怀抱天下？你身为少林弟子，临阵退缩，偷出师门，该当何罪？我被逼嘅咋，唔关我事啊！你为佛门弟子，居然犯酒肉之戒，其心如此，又是何罪？冇啊，冇啊，我冇做过啊！你贪污欺贼，是从佛祖衣冠，仲有咩面目久传世上？弟子真系冇做过啊！你仲唔快啲认你嘅罪，和尚？岂有此理！我一生嚟为咗救人，你哋要杀人，算咩神佛啊？你小心小眼，唔俾大道大义，同魔有乜分别啊？见神魔不分，我就与神杀神，与魔何过？我唔怕你哋，我冇做错，我真系冇魔就冇魂，我终于明啦。我唔怕你哋啊，我唔怕，你真系无药可救，杀你啊！老师，阿文，我做个棋局，入去啊！里边一定有古怪，我要睇下。啊，你有咩乜？
天龙八部，眼看世界，耳听世态判善恶，定因果。人间宿缘，辗转轮回，都逃出八部嘅掌握之中。估唔到，终于俾你破咗。前辈，你到底系边个啊？你咪话要揾我咩？你就系个活死人逍遥子啊？冇错，我就系传说中嘅活死人，尘世中再无逍遥子嘅人。但我同天下情缘未尽，所以唔可以死住，要等你呢个破棋局嘅人承受我百年嘅不冥神功，帮我清理门户，杀咗丁春秋。前辈，你做咩啊？唔好喐，我而家将所有嘅功力传俾你。唔使啦啩，唔使啦，前辈，唔使啦。原来你识易筋经，咁仲好，你攞啦，攞得几多就攞几多。唔要啊，我都话唔要啊。而家想唔要都唔得。好啊，要嚟都冇用嘅。冇错，你留心听住我讲嘢。究竟想点？你仲想玩咩把戏？当埋班人狐朋狗党喺度夜郎自大？井底之蛙边度睇到天下风光啊？苏星河，我要你大开眼界！啊！去！去！炮！前锋！唔得，前锋去魔杖！你要玩剑，我同你玩剑。开人！出招！祸害青天任我行，仲点到你讲嘢啊？连我个化工大法都化你唔晒，你真系唔化？逍遥子，你个死老鬼啊！原来你匿埋度炸死系嘛？你将啲功力传俾人都唔传俾我，真系太可恶啊！你以为一道气场就可以拦到我了咩？我哇！和尚仔，你冇攞嗰啲功力系属于我嘅。记住正话，我同你讲嘅说话，揸紧幅画同玉佩，去天涯海角呢笪地方。找畫裏面的人，
快走！和尚借你走！喂，我睇你走到去边，我实捉到你嘅。你个死老鬼啊！你宁愿死都唔益我。我究竟做错咗啲乜嘢？我拜你为师，都系想出人头地。我而家已经名震天下，你连死咗你都唔睇我眼。好，我而家要你死无全尸。北冥神功心法，天开眼啊！真系天开眼啊！用夜用冬，样都系手杀，定系死路鬼嚟噶，唔好俾我有机会啊！如果有机会咧，自死。咦？咩声？和尚仔，喂，呢度唔关你哋嘅事，躝开啊，躝开啊！喂，和尚仔啊，唔见你咁多日，你靓咗咁多嘅，你到底去咗边度嚟啫？去咗上面咯。点解上面跌落嚟噶？我上到缥缈峰，又叫逍遥子嘅前辈，佢将啲功力传晒俾我，跟住你师傅嚟到，然后掟咗我出去咯。喂，萧爷子真系将啲功力传咗俾你啊？系，但系我唔要噶，我话咗俾你听，我要嚟都冇用噶啦，佢系都要传俾我啫嘛。喂，横掂你唔啱用啦，不如传咗俾我好唔好啊？攞去啦，攞去啦，我唔要。嗱，你讲过就系噶啦，你唔准呃我噶，系噶啦。唔好搞啊，唔好搞啊。好嘢，到我学成北冥神功，咁我咪天下无敌咯。到时啊，嗰只圣叔老鬼仲唔惊我？大胆！阿芝，你讲咩？我一定翻去禀告老师。告我？死人唔会讲嘢啦啩？就凭你？系又点啊？冲！哎呀！好痛啊！你中咗我嘅千痛镖，痛足一千下你就会死。哎呀！喂，你点啊？同我捉住佢哋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好痛啊！我唔得啦！头先你武功唔系好劲嘅，快啲帮我将啲毒兵翻出嚟啊！快啲啊！我同你讲咗个啫，我唔识噶。得咗事啊！我真系顶唔顺，我顶唔顺啊！好痛啊！好啦，死啊！等着丁春秋来到的时候会死梗。哪里才安全啊？李秋水，一于找李秋水，丁春秋怕他的。算了，你们跟李秋水有什么关系？快点说，你是谁？大胆啊！天山童姥仲怕鬼？我听讲无行云受伤之后会返到顽童嘅，唔通佢系弟子拜见童姥？我系天山门下星宿派丁春秋嘅徒弟，我叫阿子啊。因为我受到师傅嘅迫害，所以咪投靠李秋水。但系我而家见到师叔咗你，我唔使再投靠佢啦。我要你去。我仲要你同我一起去帮我杀咗李秋水。而家杀佢？但系我武功咁低微，咁咪即系叫我送死咯。你放心，我会传你哋瞬间转移大法。瞬间转移大法？你都要学？我都要学？我好蠢噶咋，我学极都学唔识噶。收声！我叫你学就学。乜嘢叫做
就瞬间转移大法咯。哇！好犀利啊！粉同路，外面有个叫阿子嘅人有事求见，叫佢入嚟啊！知道，唔使掉佢出去。李沧海，叩见师叔祖，点解你唔跟住师父咁远走嚟天涯海角啊？禀告师叔祖，阿子担心师叔祖嘅安危，所以万水千山漏夜赶嚟呢一度嘅。哦，系咩咁厉害？连我都镇唔住噶。丁春秋去咗缥缈峰抢夺北冥神功，对付师叔祖你，我惊你俾奸人暗算，所以赶嚟禀告师叔祖嘅。你咁做唔怕你师父对付你咩？我一心谂住通知师叔祖，阿子应将生死置诸度外。你咁有我心，将来有事我一定会照顾你。多谢师叔祖。嗯。啊，师叔祖啊，呢个和尚仔系我朋友，都系俾丁春秋逼到走投无路。嗰个系我小师妹，佢喺途中染咗重病啊。仲快叩见同老，快啲！哦，贫僧虚竹叩见同老。嗯，师叔祖，手下留情。呢个玉佩系边度得翻嚟嘅？快啲讲！系一个叫做逍遥子嘅前辈临死前交俾我嘅。你都会伤心嘅咩？佢到底系点死？如果你唔讲嘅话，我就杀咗你。佢啊，佢系俾丁春秋害死嘅咯。丁春秋，佢将玉佩交俾你嗰阵，有咩遗言？佢叫我嚟天涯海角呢度揾你咯。佢临死嗰阵仲挂住我李秋水。乜？原来你唔系李沧海咩？咁真系对唔住啊！我应承咗逍遥子前辈，如果唔系亲眼见到李沧海，我唔会将佢嘅遗言讲出嚟噶。好，带呢位大师去听涛小居等我妹妹。快啲！知道。阿子，你同你嘅小师妹去内堂休息啦。多谢师叔祖。阿子，我会用千里传神大法去睇住个和尚仔，你坐喺度同我护法，我会教你生死符嘅武功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系。传神。系啦，个和尚喺度啦。咦？呢度咪沧海间房？佢化妆品啊？沧海呢？沧海，大师，我就系李沧海啦。咩？过嗰边坐。佢系假嘅。听我姐姐讲，有一位故人又要事相托，叫你嚟找我嘅，系嘛？系一位叫逍遥子嘅前辈，佢叫我将呢幅画攞嚟交俾你。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喺佢心目中，就只有你沧海。施主，
你唔好太过伤心。前辈临终嘅时候，佢话佢觉得好对你唔住，佢仲话好挂住你添。佢系俾连沧海所累嘅。沧海一时失态，请大师见谅。施主，你千祈唔好太过自责。前辈有几句说话一定要贫僧同你讲。大师有话，不妨直言啦。你坐。出家人唔讲人坏话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施主，前辈叫我提醒你，一定要小心你姐姐。佢话佢嘅为人坏事做尽，邪僻心肠，你要千万提防，唔好信佢。佢真系咁讲？系。我实在太感动啦。顶你个肺啊！施主，其实我今次嚟系要跟你学北冥神功。你学北冥神功，大师系咪有啲咩唔方便讲噶？实不相瞒，我喺缥缈峰嘅时候，前辈将佢嘅八年功力传授晒俾我，要你教我对付丁春秋。师兄将北冥神功传咗俾你啊？北冥神功系啊，但系我一啲都唔识用啊。我识用啊嘛，估唔到最后得到天山派最高功力嘅人就系我李秋水。啊，原来你唔系李沧海啊？师兄聪明一世，点会揾你呢个蠢和尚做传人？你唔配有北冥神功，俾翻我！瞬间转移大法，睇下快唔快得我嘅幽冥鬼爪！阿子，我而家俾几道生死符你，你即刻出去同我挡住李秋水，唔好俾佢碰到去中。攞到北冥神功啊！头先你转上定转落噶？转落啊！怪之得啦，你功力好过我噶嘛？我唔知噶，呢度咁似萧炎子嗰度嘅，冇理由转得咁远嘅。呢度一定有天涯海角地下室。有个人喎，边个咧？唔通系？佢咪系？沧海，李秋水，转，咪住。死咗！正话仲追紧我哋噶，点解无端端死咗嘅？你死我都未死啊！够胆闯入我禁地！主人，你谂下。无幸运，人生如雾亦如电，情如朝露去匆匆。沧海，我嚟咗啦。你的琴呢？我还要跟你合奏一曲。是他在龙王洞揽住那个女人。嘿，莫碰到沧海。啊，哇，好强劲的气啊，比人血。嘿，
沧海，你有冇整亲你啊？和尚仔，俾翻啲公平我，同我接住沧海。冇咗五成都好过你冇咗七成，你咪仲惨，我点够你惨啊？要扮自己又妹，但系你点扮都唔及得个万分一啊！就系你呢种所谓多情人，累死我个妹，累死佢系逍遥子，唔系我。和尚仔呢？和尚仔，喂，你点啊？好热啊！喂，好冻啊！好冻啊！你冇事啊嘛？好热，你唔好咬我啊！醒一醒。死够啦！我死够啦！我死够啦！辛苦。喂，你用逆根熬云大法，将两样嘢熬翻埋佢，咁样咪得咯？快啲啊！快啲熬啊！熬啊！嚟。你冇咗咁多功力，好快就会变成你嗰只鬼爪咁样。到时你记得揾笪地方匿埋，唔好吓亲人啊！呸！你不如想想你就快变成个老妖怪马啦。阿子，同我过去杀咗个贱人，以后你就灵鹫宫嘅主人啦。系啊。阿子，出嚟睇下发生咩事。好啊好啊，转。试下我的北冥神功，你在哪里啊？拉出来了吗？你走，你个叛徒！夫君，禀告师叔祖，丁，哎呀，我要的人全部都在晒洞，不过今次睇嚟要辛苦啲啦。丁春秋，你而家食懵咗啦，有我喺度，几时唔到你放肆啊？你呢个叛徒，你算老几啊？你快点同我啦！收声！你呢度老不死嘅妖人，睁大双眼睇下呢个系咩时势啊？系我丁春秋雄霸天下万世无一嘅时代，你两个死唔落台，我就连你哋个台都插埋！啊！快点起身啊！唔好听佢讲，向上先啊！系咪咁啊？唔系啊，系
时候仲玩？向下将条气抽出嚟啊！快啲抽啦！点抽啊？好啊，立即转向，我等你嚟。将气压下再抽上啊！哦。哇！嘿，喂，照住我咁做啊！啊，好重啊，顶唔顺啊！搞掂，搏命群先索。至于玲珑在哪里，放出来饶你一命。想要玲珑，你第二世呢？你的武侠老夫还在虚张声势，就凭你，我呸，我爽。估不到他攻来进步得这么快，你再不说出玲珑在哪里，我就杀出来。我了你，我花，你都背叛我，去死啊！阿青，阿青，老唔老？阿青唔能够替你做事，你做得好好啊！青，阿青，阿青，你哋啲女人全部都信唔过嘅，同我受死！我同你拼过，一、二、三。仲有得你？喂，你顶住先啊！我系帮拖啊，朱。哈，放！等暗住我。哈！啊！哎呀！我的命！哇！点解会咁噶？死人都咁犀利！玲珑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了，你可以重生，但是我以后不可以再在你身边，原谅我。玉玲珑，初海，你不要走啊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真的狠心。玉玲珑，啊，嘿，给我想拿龙珠，没那么容易，我打碎都不会给你。又如逆如风，点同我如日方中啊？俾翻个龙珠我，唔俾！莫行云顶住佢，我顶！哎呀，估唔到你仲有吓，佢仲快掟出去啦！掟！边啊？阿妈！笑话，笑话！托翻上去！阿子，快啲帮佢！阿子，用尽你的功力打过去啊！阿子，哦，我踢！哇，好犀利啊，好劲啊！我要你们全部的元神俱灭。
阿子，佢啱啱重生，元神仲未成形，快啲打元神！佢个元神喺个影度，打佢个影啦！系，师叔祖。人生如梦亦如电，缘生缘灭还自续。蜘蛛，青蓝部，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冰入边嗰个人啊？呢度唔系你嚟嘅地方，你走啦。人生如梦亦如电，缘生缘灭还自在。笑我瞒不去。